跟我一起成为滚沙队的一员，一起使用机智巫术。师傅来找我了，再见师傅，我不学巫术。欢迎来到造咖大网红，我是雨谦。大家应该都有看过《鬼灭之刃》吧？在我心中，大哥没有输。现在好像第二季也要推出了，《鬼灭》的周边商品已经多到数不清了。那我今天要来开箱的是塔马可吉《鬼灭之刃》宠物电子机。先要来介绍的是善逸跟伊之助，第三弹呢就是我们前面的九柱，但是今天原著大哥缺席，因为太夯了。想当初看完电影也去预购了大哥，结果过了一段时间收到，发现是原著，此言非彼言，但没关系。还有我喜欢的虫柱，非常的温柔，说话也好听。你们一定在想，怎么没有炭治郎跟祢豆子呢？在第一弹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了。但我们今天呢，要先玩第二弹跟第三弹新推出的，那我们就开始玩吧。期待，直接把它拉开。哦，首先我们需要先设定时间， A 呢是选择， B 是确定， C 键是返回退出。噔，它会跑动画。哇，有妹妹，二弹还有13种可能性，可能成为4个主角，也有可能成为9个柱的其中一个柱，可以选择喂东西给他吃，还有饭团跟玉露。吃吧，快点长大，喂太多的话他是会生气的哦，他很有情绪的。除了吃东西，他还有小游戏可以做选择，斩石头。灰葫芦跟抢药汤，你怎么了？是动画，师傅来找我了。再见师傅，我不学巫术。再见。第三弹除了有九柱的可能性，还有另外2个隐藏人物。第三弹跟第二弹的游戏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全身训练。岩石训练。拳击中长中。那你一定会想说，4个主角就这样不见了。会出现在他们的短暂的动画里头。在饲养的过程中，不定时可能会出现鬼想要来杀他，这时候就要按 A 把他给击杀。所有的电子机都不会因为外观影响它后面的行程，像是我的岩柱就有可能成为岩柱。那人物会在10点睡觉，7点起床。你也可以帮角色关灯，如果你一直不管它，或者是放任它被鬼攻击，它就会死掉，就要重新再养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现在网络上《鬼灭》全系列电子机都已经可以购买得到哦。另外还有很红的天竺鼠车车跟 ET21 都有出电子机，快手刀购入，跟我一起成为滚沙队的一员，一起使用机智巫术。今天开箱就到这里结束了。要记得留言告诉我，你们喜欢鬼灭的哪一个角色哦？拜拜，再见了。